咱的运动，咱的运动吼，伊今年的八月三十日啦。啊，8月31号吧。那个超级蓝月。啊，去年两摆，拢是水弯弯过来过路啦。过去拢到两天一摆，去年一天两摆，今年愈悬啦，愈水涨愈济啦。哦，啊，这个问题吼、哦，哦，咱爱要正面去，一定要该爱来处理嘛。其实爱选择个办法，因为你即马抽到入去，运动嘛是够热出，对无啊？是啊，是啊。啊，水即马一入去内底吼，一入人个车内底吼，即马入去地下室，灌注抽袂赴嘛。啊，因着写法，迄个法制处吼，是这国赔可以赔吗？那个如果是属于天然，啊，这个是单纯的混合水溢出来到马路啊，经过人个地下室啊，经过人个车啊，天然灾害啊，天然灾害，嘿，会当国赔无？天灾的部分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。袂当嘛吼，好来，这袂当国赔啦。啊，所以奇妙，没有国赔，我就要处理嘛。是，啊，我喏，起码问出来，什么方法？有人，我来报告哦。哎，刚才有人，快进来啊！哦，是，起码是重点，就是讲我开始哦，有装一寡历史话啦，啊，佮有设计抽水机哦。所以哦，咱今年超级冷的哦，咱台南原来用一工啊，你若看别个国家，上无用三工以上。啊，这毋是讲我迄个讲这用一工外哦，是讲阮有用心在做这个代志。尤其市长甲明明讲，袂当去用水啊，所以我希望。无啦，这处罚够无用，这水个应该要马路啊。第一工尔，第二工、第三工就无啊。啊，阮有设抽水机，后生有改善。你即摆现出是运河的水已经溢过那个堤防啊，毋是甲水管溢出来尔咧。我知啊，这就因为伊消费，但是迄个时间点到一点钟至两点钟啊。这十分钟嘛，我未冻未调啊，还有一点钟啦。即摆就讲抽水机嘛，有设抽水机咧抽啦。我有希望报告，阮即摆有提一个方案啦，啊，5000万去甲报行政院，啊，即个行政核定以后，有做一寡代志，我刚刚报告哦，历史化抽水机，啊，搁这进化桥上游啊，迄个运河较低的所在加高，安尼加高。所以运河吼，若收低所在要加高啊，加高30公分。我跟你讲，桥上游呀，它不是止滑就能够解决事情的吗？对不对？最严重的是全面的水位上升。对嘛？啊，你入去迄人咧地下室的水，莫把抽袂赴，一定淹到车啊！啊，你讲袂使也赔啦。啊，你讲，难道我们又没有防治啊？啊，你咩啦？不啦，今朝不加高了，今朝加上油，我加高30公分了。那这外公去补车哦，我们要看你的绩效成效，你看你做什么方式啊？哦，来，那个，刚才去几单啊？这几年来哈、哦，所有的五期的天坑啊哈，已经我感觉比较是贵的啊。这主要是嘛吼，不要讲意外，我往这来来过吼，哎，这个国赔无啊？这个有国赔啊？这个国赔啊？哦，这个有国赔嘛？啊，这国赔啊，大家开车开到吼，大家都提心吊胆，咱一起做。所以这个天坑的部分，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。水，那个水，排水的管子吼，已经都老旧了嘛。是，这是不是在检测啊？有啦，我已经总行过啦吼，因为行七百七十一公里啊吼，就断气。啊，这么快远啦，快到4.8公里来改善，啊，老变定位啊啦。可是审计处都对我们有意见啦、啊，审计处说报告雨水下水道的设施重走普查体检哦。人还有13个地区未完成未达标准的30%，这是审计处给我们的台南市人，是六天的话，今天不是说没事啦，哦，来，今天哦，我们是经费有2亿多哎，变能力来了，能力到嘛？哎，叫今天这个阿毛你开始哦，当年让我的阿金妈弟来做，变能力啦。这个那里好的这么低啊？算今年嘛？四年啊？四年嘛？啊，你看你五年的，
香港你过去检查了？检查完了，检查完了。全部都全面都检查完了。检查完了，检查。啊，你看，未来还有会不会有天坑？所以我该钱我这边提货算了，还会有该钱，还会有天坑吗？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因为你检查了，你所有人都检查完，该要补救的，该要去有什么动作的，你都应该做嘛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这边开始啊。就是讲，迄个老少，迄已经马上过来办迄个改善啦。这个就是讲，迄个已经重新在做了啦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党下的部分，阮嘛较限制。讲迄个这个所在哦，你莫讲党下之外啊，这拢有讲过。党下袂使入来。诶，是。我知影。来竞选的，来你竞选的是需要去党下当入来。诶，无啦，你党下的事哦，人莫讲经过迄个生活面所在哩啦。无啦，是部长哦，你去检查了，我们后半段的一些设施该防范的要做嘛，有啊，好嘞，我，哎呀，我是，而且我也希望讲，卖个新的台机发新啊，台做完了，现在，啊，你也做认真啦，你取得第一名，老师讲是了，这局长做认真，天坑是发新，伊头一个搞，这点我爱跟你搞一下，好，你请坐，啊，这嘛是够关键对你的，咱的旧大楼起码无机的吼，二十几咱的大楼都是。啊，刚才污水管哦都没有衔接出来，就是来弄这化粪池，化粪池来要把你搞啊！啊，这个稳搞啊了，希望个堵牢了。说我们的一些污水的截流哦，做的不够彻底。啊，那在奖励哦，大楼这些在主播哦，甲业工哦接出来无好，所以这是条机会。啊，我希望讲市长，你是不是咱管这大楼的这老旧大楼他们的经费上的问题多？奖励他们，补助他们，补助他们来多做一下。有叫你当，你讲话，有要拿几分钱讲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他今年九千块钱的收入多少？起码就是讲吼，有这个要补助，还有两个啦。一个就是那个化石药店，我们来跟大家讲到。啊，过来就是咱的经费，嘛是爱迄落，因为这药店都无在，啊，这补助的这个标准就无到。啊，我来讲，跟关键啦，针对这个老旧的这个大楼，这个大厨化粪池，这些补助啦，啊，不可能全部啦，不可能全部补助，只能补助一点点，补助一些啦，哦，让这个有这个诱因，让这个老旧。对啦，要奖励啦，要奖励啦，奖励。我们年底前把这个办法弄出来。对啦，把办法弄出来，用奖励的方式，让大楼们的住户们哦，有意愿把伊接出来。有可能你想我住迄栋大楼，伊到尾接出来开始百万，内面来讲还是比爱开始百万。啊，咱若二十万咱补贴，人伊感觉合理啊，因为因唔免阁叫那个水龟车来丢这些化肥，用炒水肥车每个固定来。啊，这是一般的。我们当初了解人家解释，你嘛是干嘛讲？伊是一片平安的名啊，所以咱来搁来奖励吼，他们更有意愿啦，让市容更好，好咱的五楼入侵啊，足足重要啊，哦，来。啊，那个欢喜公园哦，之前哦，我们欢喜公园大概拢讲个是水泥啊，结果人家污水拢排落去内底啊。啊，他的二说我顶家己去巡了，有较改善啊。可是咱起码我起码都要跟你先搞，我们有需要做节流嘛？我甲地方报告吼，因为起码要做节流，哎，要发现啦，起码要时间，我是讲啊，下家拢是咧讲啥子跑回过啊。我赶紧，我即马吼，我贵期吼，贵期啊，贵期另外做讲啦，贵期另外做讲。但是这吼，还佫超400-600万啦，所以按明年开始啊，平均再来做安尼。我起码好了，反正真的要做400-600万，不是多大问题啦。是叫这真正是咱市政府骗市民的，基地集许里面的那个集许公园、欢喜公园哦，人迄是动作足水、足好的。一个唔知影是讲甲所有大啊，污水拢排到伊内底。但无当真是我讲的是，你马上无得改善啦。本来是就是天然废水，都要变成是生活废水。对啊，啊所以你也赶紧来处理啊。有啦，我今嘛吼，因为这个水吼无流动就会臭。遐大，大家生活品质都错了，因为这个公二臭而造成这些那些环境不好，你敢知啊？主要是水无流动啦，我们今嘛赶紧为了水啊流动，这水质就好些啊。对啦，赶紧处理啦，那是。